好，再来就是我的幼稚园的作业。我读的是国防部附设。哇靠！叫爱德幼稚园，然后国防部底下的幼稚园。然后我们这幼稚园就是没有在教你波波波，在教你爬树。全部都教一些政治战略啊，枪械的组装。很像市区的森林幼稚园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要遮好，因为他这个不要对到眼，那个对到眼，你的灵魂会被勾走。我真的黑历史要公开哦。三二，好丑。不会啊，蛮可爱的。你有够这个脸啊！你形容一下这个人，看起来的眼神像什么？他妈妈会看。哦，对，湘西妈妈，我们都对湘西很好，我们都很爱他，所以我们感情很好，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子讲真心话。好丑。真的吗？讲的。就是。拍照的时候没有铺眉毛，是不是？没带来，是不是？人家毕业照。刚刚是觉得哇，脸好干净哦，太干净了，不对，少了什么？眉毛。你这个好，拜托，好像你看，我知道你的小秘密哦。你看到某个同学不小心把花瓶打破，然后你没有告发他，直到老师问说，来谁是最好的好宝宝？那个打破花瓶的说我，你就张脸看着他，但他会在这里角落。可啦！哇塞！哇靠！你是扣头呢？哎，你的狼头在哪？不够，来湘西来。我的头真的很硬。头看起来好硬哦。很硬啊！我头现在是硬的，真的头。有回音。上次不是谁敲过我头吗？我说空的。这是我喜欢的芭比娃娃。跟你喜欢的小熊维尼。自己带来的。这个是摄影师提供，这是我自己带的。好，下一张。你从小就在练眼神呢，因为我很喜欢观察别人，然后就想一直看。所以这是在观察摄影师的毛之类，没有。这是你观察到别人，然后把它画下来。应该是我画我自己。怎么一直在画？画妈妈吧，脚好大。你的脚太宽，你的脚太开了吧？你小时候好像男生哦，婴儿的时候。我小时候真的很像男生，真的像男生，翘脚的。这个就是在旁边观察别人的脸，对，好可怕。魔童哎，哇，很大哎，脚好大哦！我脚再也没大过了，从小就跟男生混在一起。你在玩盘子？玩射盘子。射盘子，玩。哇，那个叫什么？射那个飞碟？不是飞盘呐，射飞盘。小时候喜欢射。小时候就喜欢盘子。现在小朋友还知道什么飞盘？我缺牙的时候。哇，这个脸太臭。是你吗？对，是我。臭脸那天。那这是你吗？对。臭更臭，你是因为你端上就说上厕所要拍了，听不懂啊？这个人也是我，嘴巴不爱干嘛？然后这是我拿着，大家拿鞋子许愿，这样我们就长大了吧？不讲话，你为什么都不讲话？你很适合有刘海的发型，真的很好看。而且我小时候知道内衣外穿哦。我的天哪！不要这样，又是两个汉堡哎，只是个孩子。孩子，你那个时候你拍张照片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你在学海龟哦。还有这个骑马。哦，这好像骑马歪的，不是同学就好。只有你。我要再一直在笑我的头了。我已经没有笑了。小时候还要搭帐篷哎。哦。长大也会搭帐篷。然后这是晚上萤火晚会要说的毕业的话。你那时候说了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其实只印象只记得我后面在哭了。因为我觉得要幼稚园毕业很难过，后面就有我哭的样子。代表幼稚园很快乐才会难过，哭惨的样子。好看呢、欸。好，那就这样，香香的幼稚园。我的国小，民生国小。哦，怎么跟现在差不多一样？开始一样哦。都开始一样。好早就定型了。对啊，你好早，好无聊哦。哦，不太一样，我说错了。那刘海是谁剪的？我自己剪的。媽媽，那你不适合当设计师。在这个啊，这是你对。怎么那么大？我看不到。不会像这国小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国小是150差不多毕业的时候。你们国小毕业旅行坐火车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他都没有反应。你会反错点什么？救命！叫救命！反错了吗？没有，你不要说谎，你在说。以前比较圆呐、啊。没有，你这时候就没有洞察人心的能力了。你这个时候感觉你在洞察食物了。我真的很棒。哈利巴。底下有。这在海洋公园，我们那天有去的。哇，你很高哎、欸！我很高啊。这个红色的，怎么这是你？对啊。欸、但是你那时候是婴儿肥还没消啊。对，婴儿肥，我小时候婴儿肥蛮严重的。我小时候也是婴儿肥非常严重。真的吗？老人肥。然后这在中间。
哦，你好像小男生哦。我真的很男生。哈哈，这个脸很好。焦点被他抢走。超敏的。国小很好笑啊。不止不止国小。对啊，差不多这样。国小。好，到我国中了，终于升到国中了。就是死妹妹头。这很适合你，很适合是国中生，很适合你，标准国中生头。现在的国中生，你们会留这个发型吗？我想知道。这是你的巅峰，这真的是巅峰哎、欸！这个，如果我跟同班，我会真的很喜欢这个发型的女生。我看一下你。哦，你跟你朋友站在一起，真的是巅峰哎！你跟你旁边那个朋友是一起约同一个设计师吗？没有，都是我们自己用的，在这边了，是国三。哇塞，完全体耶！有戴眼镜是完全体的。因为那时候以前国一国二还要读书，还会戴放大片，但我国三的时候眼角膜受伤，开始戴眼镜。开始有这个已经看到你高一的影子。那你国中的男朋友哪一个？我国中的男生是六班的，这一页到这一页。我真的觉得他是我们那届很帅的。所以你才喜欢吗？那他现在还很帅吗？现在也帅。他真的是帅哥脸，看得出来。对，而且他很会跳舞。哦，跳 breaking 吗？不是。来呀、啊！你会跳舞嘞？你尬什么尬？好，对不起。接下来就是华冈跟文化一起啊。已经开始好看就不好笑。都在阳明山上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先看大合照，这样啊，小小的，很小。国中是巅峰。国中是巅峰。国中巅峰。那个人照。不过我其实高中。FB 那时候刚办的时候，我的大头照就用这个。你可不可以把这句话念出来？世界上这么多人，就我们42个人相遇在国西乐科，别忘了最初的感动，努力的向前冲吧。你是你们班最漂亮的，是不是？来说，说出来。不是，我要自己这样说。但是他在看你哦、喔。就是高二大家熟悉的新相识的脸。所以我觉得这怎么能漂亮呢？这是我18岁大家帮我庆生的样子。18岁，刚好10年前。我那天翻开才发现，才回想起来，我18岁是这样过的。我原本忘记我18岁在干嘛，原来是长这个样子。这是我高一的样子。有差。高二的样子。就是没了。我们都吝啬夸赞了。你们多说点啊！不是刚传纸条？对啊，你现在这样什么话都不讲。对啊，我高中要是再怎么样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现在才是最那个。对啊，你现在最漂亮。那我的长相，我的长相应该都没有变了吧？你说跟幼稚园比吗？我们四个感觉不会变太多。对啊。那对对啊。没整形，可是他跟幼稚园差有点多，我觉得。他跟幼稚园差真的有点多。拜托。可是还是看得出来是他。大学毕业照了啦，就一张嘛。对，就一张，因为我们没有买文化大学的那个毕业纪念册。我也没有买。大学跟高中看起来就是成熟度的差别，真的很成，变成大学生，对，变大学生冷。那对西西说一句话，西西哦，你长大之后真的不能这样乱搞。我觉得以前的你真的很快乐，谢谢以前的你那么快乐，才有现在的我。来各位，来各位更加熟了，加熟，重量好重。真的是要感谢看到这边还在看的观众，你没有错过。这已经下集。我看完了前面三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没有这个是最精彩，而且是幼稚园的我画。我们当一打开不能笑哦，所有人不能笑。等一下，真的？你们同个幼稚园吧？一模同一款呐、啊。你是宏观正？谁啦？你是蔡国勤？不是。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要把照片撕掉画这个。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不好看，所以我把它扯掉。然后那时候我对自己画皮卡丘非常的自信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各位，黄国瑞你错了，这个真的好看。打开了，来各位，不能笑，好，不能笑。一、二、三。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！我穿，我还没有笑到他那么夸张，但是你看他，太夸张了！我靠，他体重36公斤啊！我靠，已经是我的小学生的，你是我小体重哎！哇，而且他122公分哦！干你啊！你别笑，你在看哪里啊？靠背哦！你在看哪里啊？靠背哦！观众要看。
好丑的，根本故意的。我不懂，我也有心脏。我最爱这张，我最爱这张。哇塞！你很想睡觉？哇塞！我睡不饱啊。你现在看起来瘦很多哎。谢谢。对对对，那时候还30几耶。哇塞！为什么你30几看起来像是100多的？这个时候很正常吧？这个是中班吗？这个小男生蛮帅的。你很烦哎，我在聊我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穿红色的我。真的看起来很老。成但是我现在目前看到最老的还是他，目前没有人超越你。这样，你这张看起来好像被排挤哦，是你吗？我是被排挤，而且你穿这个我应该就是我性格比较孤僻。你生日啊？你们这个不是，这应该不是吧？对，头发超多的，我现在也不少。儿童游乐园，儿童乐园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以前叫儿童乐园，儿童乐园，对，我也有去。对，哇塞，我的头发非常多。90年代大全很保护你。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会保护你妹妹的人。为什么要看起来很像呢？因为你超大只的啊！你们的衣服是黄的，难怪你叫黄国瑞。对，我祖宗，我第二皇家的第23代传人在此。哇，巴掌！起鸡！哇塞！不会头晕，非常精彩，非常的有分量的幼稚园。说不定到小学你就会进步了吧？对啊，小学。哦，好，小学。来啊！我觉得我已经心如止水了。差不多了，长春国小。国小。好，对，好，来一二三。我要先打一个蛋叔。好。小六了嘛？嗯。最喜欢就是耍帅了的男生嘛。嗯。所以我就觉得，那时候穿皮衣就酷炫。请翻。好难过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人像大赛，怎么搞成这样？哇，很认真的一个人哎！这是你国小的样子。我手上可是拿着一把金色的拆信刀，我一下就可以把你动脉刺破。这个时候我有，看起来超像30。我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，这个时候小学6年级，12岁的我，我买冰火是不会被要身份证的。然后有一次校外教学，因为太热了，我把那个校服脱掉，换我自己一件比较薄的 T 恤，看起来像阿桑。讲过来，老树拍谁？老树啊，你们那个挡到我的路，你可以帮我跟叫他们离开一下吗？那你怎么说？好，我发现，然后这是你吗？是哎。我发现你的手去哪里？哇塞，收起来，手背在后面。哦，看一下，这是我的。你的眼睛有打开吗？喂。你有睁开眼睛哦、喔？我有，我睁开了，我现在也睁开了。你现在眼睛好大哦、喔！为什么小时候那么紧？哎，这个，哇塞，好像大学生啊！真的很像，看起来真的，这个非常像是那个爸爸那个年代的大学生，发型好时髦。你跟李俊毅都是一样，小时候怎么好操劳哦？我的照片我记得不多，因为我很少跟大家一起合照。幼稚人都是最多。这里啦。对，这边有一个。这张看起来还蛮干净。只有你打赤膊哎。我没有。没有打赤膊。没有。没有。国小看起来都不好笑。我国小看起来很像是80年代的大学生。哇，黄哇。哇，你头发很多哎。有少。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讲。就是这边高高的。国中的时候，我们国中的时候流行那个模仿棒棒糖跟我爱黑社会。男生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叫做把前面刘海离子烫，后面的这边玉米须。对对对。所以就会是这边一片，然后这边立起来。好，901了。好，到了。来，首先，妹妹吧。这个是这个，就是不要，你的边界测妹吧。你要露齿笑哎，终于这个吗？对。哇，我真的很会找人哎！你七，我比七，我在这里。哇塞，我头发很多。你的头发好高哦。头发多看起来就比较没那么壮哎。对你这时候看起来脸上还蛮，所以其实这个发型是有它的意义的。对，就不会脸真的会变小。你那时候好腼腆哦，为什么？好像大猩猩哦。合照真的也比较熟。我合照很熟，是一个合照很熟。我真的差不多啦，没了。我的合照很熟。你的国中怎么了？所以其实我国中的重点就是我的头发嘛，就是国中时期啊，重点就是头发长。不错啦，算是。不错啦，要升到高中了啦。如果有看上集就会知道啊，同一本，一翻就到了。对，一翻就到了。太快了啦，这里，哇，你看太快了。高中反而有比较瘦下来。这个时候在大概70出头，我高三毕业的时候70。哎，李瑞啊，对对对，来这边是通北灌锤，帮大家通北灌锤，他这个绝技现在已经做不到了。对，把自己的下半身盘上来，对啊，这是他的下半身，太强了，盘上来，好强哦，通北灌锤，通北灌锤，通北灌锤比较有啊，这里，
哇，你这样拜托、喔。这个时候是去泉州的时候，我是代表学校出去表演的人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高中的照片真的少、欸，我几乎没有照片了，你要多补一点。哎、欸，我没照片嘞、欸。到了文化大学，来毕业，毕业的大学，来，李俊逸，我哎、欸，不先看李俊逸，我狗掉了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大学好瘦。肌肉量比哎，终于看到宋梦翰了。因为宋梦翰今天没来，我们就帮他补唯一一张了，就是宋梦翰。宋梦翰大学，这个是大应该宋梦翰在拉拉队啦。拉拉还有去泰国玩。对，拉拉娜娜。这在泰国，我在这里。大学其实就差不多也是拍最近红什么的那种样子。嗯，已经差不多了，连发型都快差不多。毕业了两年左右啊。天哪！哎，对，没有，一定要少对李俊逸。李俊逸好瘦。现在也是啊。没。嗯，好多人哦、喔。还好你大学有很多照片啦，你要大学的大学人缘比较好。大学他比较成熟了，对，不会有什么你不要跟他讲话的这种行为。对，那就是我。跟自己的过往在回忆完，有什么绰号想说的？那大学的国瑞啊，啊，主要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啊，就是。或许你的体重啊，跟吹气球一样啊，这个忽胖忽瘦了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但是啊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你要开心，因为你真的过去太多太多忧郁的时光。对，不管是家人给你的、同学给你的、朋友给你的，无论如何，你自己一个人也要坚强。然后无论如何要保持着一个快乐的心，因为快乐比什么事情都重要。你活着最后也是在寻找的是快乐，不要把这些过程当做你的绊脚石。谢谢大家参与我们这趟时光的旅程啊！算是填不完的。大家开不开心？大家可以阅读到米奇的恐惧吧。大家可以被我看穿哦。还有这个，对啊，这是评剧啦，评剧的时刻啦。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的旅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记得先订阅，那也要追踪我们 IG 哦，拜拜！我有痛风，不要打。